狗，原来真的家里有养这个小狗，也是可以带去拜年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你可以拿红包的，不可以。原来是这样。好了，不管是给红包还是接红包，财气福气呢，大家这个就是这个接着环绕的话，这样呢会越结越多，是是是啊。那所以你的红包花不完没有关系，姐姐帮你花。可能吗？好了，小薇呢在舞台上很棒。我今天下午呢在忙着学新年歌的时候，我也是有在这个网页上看到您的过年歌。你看过年歌超多的。有一年你去参加比赛拿冠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个是羊年，羊年的时候，对，已经是两年前了。比赛新年歌，然后拿冠军，是电台的。那今年会现今天会唱吗？今天没有唱当时比赛的歌，但是也会唱新年歌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就来欣赏小慧带来的新春佳节贺年歌曲，带来一首《爆竹一声大地震》。哦，非常好听的，来，掌声欢迎郑小慧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宝贝姐姐，谢谢老师，鞭炮声。